家子都在陪宝宝呢。包仔，你今天不是要做大餐给宝宝吃吗？好，这就去。开始，切草莓，分两半儿。拿出棉花糖，插上竹签，组装好。插上手，画个笑脸。哇哦！撒上糖霜，完成。哇，好看到舍不得吃了，包仔。那当然，我的手艺嘛。